弦上不得不邪禀报列祖列宗，曹操死了，祸冠满盈的曹贼真的死了，但是儿臣不孝，今天竟然被迫向曹贼跪下了，满堂的大臣竟然无一人说话。祖宗啊，这都是臣的无能。大汉四百年基业就在毁在臣的手里了。臣恨死了曹操，恨死了那个曹丕，此人竟然不等朕的旨意，就擅自继位成王了。陛下帝圣。怎么着，曹操活着的时候朕不敢骂，现在他死了朕还不能骂几句？陛下骂得好，可是奴才担心朕。你担心什么？曹操虽然可恨，可他毕竟不敢废朝廷，不敢废天子，月月供奉也不曾短少，可现在呢，魏王是曹丕呀，他会不会像曹操那样尊奉陛下呢？他竟然敢篡位！奴才听说，百官已为曹丕备下了一尊王椅，
以备行继位大礼之用。这尊王椅比你的龙座还大呀，陛下，这曹丕可比他的父亲更艰险，更可怕呀！列宗，列宗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朝廷妖孽日生一日，求祖宗显灵，扩清天下呀！司马懿，臣在。父王病天，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。我那个三弟、四弟，既不来奔丧，又无丧表送来。会有异心。殿下如果说是王位之心的话，二位公子自然皆有。但臣觉得，先王心丧，此时不宜大动干戈。是。曹植只是诗酒风流而已。我不担心他，我担心的是曹彰。他英雄善战，在军中威望甚高，手里掌握着200,000的兵马，驻守故都长安。他一旦有异举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禀殿下，天子离开灵堂后便去了太庙。他去那儿干什么？天子在庙里哭祭历代先祖，他还骂先王为贼。这倒无妨，他在心中恐怕骂了10,000遍了。他还说，大汉400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他的手里。他倒并不糊涂。好生照料着，宫中无论有何事，立即来报。遵命。殿下，燕令侯曹彰自长安率100,000兵马前来奔丧，现已到南门外的30里坡驻扎。啊！征王位来了！征王位来了！如何？殿下勿要惊慌，臣愿去劳军。曹彰性情刚烈，一言不合即可拔剑相向。你准备以何物去犒劳他？3寸肉蛇而已。那如果说服不了他，你会有性命之忧啊！如果不能说服他，臣自愿命薄，死而无怨。多谢。
下臣司马懿拜见君侯。我父王喜寿现在何人手里啊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君王，先王喜寿是公子所当问的吗？不过既然公子提到此事，在下可以如实禀告，先王临终前立下遗愿，令世子曹丕继位，所以先王喜寿自然在当今魏王手里。我明白了，曹丕是派你来向我问罪的。在下是来劝君侯回头的。司马懿，我有十万精兵，你许长城才万余守兵，我只要一声令下，两日之内即可破城。不错，真不愧是先王公子，说话一点不遮遮掩掩。凭公子之勇，破许昌何须两日？以下臣看，有半日足矣。因为当今魏王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你们手足相残，在先王尸骨未寒之际，即可血漫宫墙。你以为你得了许昌就得大业了吗？非也！当今魏王只需将先王遗旨昭告天下，樊城曹仁、洛阳徐晃、合肥张辽，还有虎贲上将许褚，都会积极响应。他们听你的还是听先王的？他们希望祸起萧墙，还是希望先王大业步步强盛？再请公子试想，虽然公子英勇过人，但是他们个个都久经沙场，勇冠三军，你斗得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吗？公子啊，谁得王位是天意，和谁斗，也不要和天斗。西面刘备，东面孙权，无不整戈相望。公子只要一动手，他们就会趁乱起兵。先王大业丢弃了不说，就连公子你，都会即刻成为草中枯骨。公子啊，起兵夺位，你这是在帮助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呐！司马大人，我只是一时激愤，一时激愤。魏王知道你一时激愤，所以不会计较。可我还有十万兵马，他岂能容我？你把这十万大军，你交出去，不就远离了祸乱？什么？交出兵权？那曹丕再对我动杀心，我该如何自保啊？当今魏王比你聪明，君侯交出了兵权，就如同老虎拔了爪牙，对他已无任何威胁，他何必还要对你赶尽杀绝，让天下人耻笑他不义呢？须知此时的曹丕王位已在手，最想得到的是天下人心。好吧，司马大人，我都听你的，交出兵权，只身一人进城，向二哥负荆请罪。魏王会亲自出城相迎。君侯从此以后可以富贵终身了。先生这张嘴胜过十万雄兵啊。在下就是仰仗魏王的恩威，顺势力道而已。其实魏王心里很清楚，曹彰性情刚烈，一时激愤，这种人最好对付。哎呀，还有个曹植呢，他可是满腹经纶，
名扬四海啊，特别是在世子中间威望极高，甚至比我都高。直公子不掌兵，掌中只有笔墨而已。笔墨有的时候比刀枪更厉害。魏王可将曹彰谢罪之事着人传示于他，让他再次前来见驾。如果他还不来，魏王便有问罪的理由了。好，先生啊，多年来对我是忠心耿耿啊，几次助我度过危难，我应当好好酬报先生。现在，先生你自己说，想要个什么职位？在下为魏王效力，心已足矣，绝无非分之想。哎，先生，太尉断断不可。太尉位在三公，臣怎敢僭越？相国，臣虽已是中年，但就功名而言，仍是资历短浅，兼具相国位置，百官不服啊。先生，你到底想要个什么职位啊？王室主不足矣，也好就近服侍魏王。这是你写诏书的虚官，太委屈先生了。不委屈，不委屈。先王是无楷模，智者务其实，愚者争虚名。好，好吧，就依你了。但是先生，我如若不赏赐你些什么，难以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激之情。思来想去，不必先了。请说。奴婢拜见大人。此女名叫静姝，不光容貌漂亮，而且能歌善舞。其祖是当年朝廷大将军何进。何进死后，家道中落，竟流落街头，被我寻得。他入府那天，许昌城内是万人争堵啊，竟堵住了一条大街。禀魏王，如此绝代佳丽，就是当年的貂蝉也不能及。应当服侍主公才是。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原本打算把此女献给先父，可惜，哎，先生啊，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先生，在我心里，胜似亚父。魏王。先生，不想给我个面子吗？魏王厚恩，臣粉身碎骨，难达万亿。
么这么看着奴婢？魏王说的不错，真是绝代佳丽。大人取笑奴婢了。多美的手啊！就像玉雕一样。大人。父亲。父亲，请用茶。昭儿啊，夫子曰：“食色性也。”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在女人头上能忍得住天性的，这世上只有一人，就是当今魏王。如此绝代佳丽，他居然恩赐于我，还说我是他的亚父。亚父？孩儿听了有些害怕。你怕什么？董卓不是吕布的亚父吗？却惨死在吕布的戟下。住口！孩儿失言了。奉旨，世子曹丕魏王位，改建安25年，为延康元年，封贾诩为太尉，华歆为相国，王朗为御史大夫，谥先王曹操为武皇帝，葬邺郡高陵，立祭坛灵庙，永享祭祀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退朝。禀魏王，今日我主继承王位，连孙权都特遣使臣不远千里前来朝贺，而临淄侯曹植近在咫尺，一不来向先王治丧，二不来叩见魏王，实属悖逆无道，一律当以反叛治罪。我为长，曹植为幼，对我不敬，我可以宽宥的，但是对先王不孝却不能宽宥。你们大家都看到了，先王并天大礼，天子都到场叩拜，曹植居然不来。先王在九泉下不能容他呀。魏王明鉴。西楚。臣在。那临淄侯问罪。诺。
你们这帮畜生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临淄侯府，你是何人？先王赐我虎侯，上将许褚。你不就是一介武夫吗？有本事你动我一个汗毛试试，敢吗你？如若不敢，就给我滚出去！碰你汗毛了！拿人！诺！再饮一杯！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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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无千古罪，诗有万年芳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！许褚，你也闻到我府里的酒香了？啊！啊，那我就赐你一杯，尝尝吧。哎，这这么好。咋了？可惜呀，可惜！许褚，我令你一箭穿心，快！来呀！我是先王公子，要么杀我，要么就给我跪下。有何话跪下再讲。许褚拜见公子，请公子立刻前往许昌。我知道了，我去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起来吧。去不得呀，公子，公子，去不得，公子，去不得呀，去不得呀。我身后诗文足以流芳千古，此生无憾。人生在世，多活一日不长，少活一日不短。但凭快活，论生死。公子，走吧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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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不得呀！你去不得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列位朋友，十多年来，我等天天在这个古亭下吟诗作赋，他已经饱览诗意了。我若回不来，烦请各位把这个亭子拆了，为我打口棺材吧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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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。母亲，你还认这个母亲？母亲，你这是何话？
还是做错了什么了吗？你们几兄弟曹冲已经死了，曹彰也被你缴了兵权，你四弟曹植不过是舞文弄墨的书生，你都不放过他吗？母亲，父王过世，四弟竟然连并天大礼都不来，无孝无道，父王也不会宽恕的。他如有错，你做哥哥的责备他就是，总不能去杀他吧？你们是一母同胞，我看着你们手足相残，我心里天天都在流血呀。母亲，这是谣言的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谣言的。母亲，不要再骗我了，我的耳朵还没聋呢。子桓呢？子桓，你已继承了大位，你无论是为王还是为兄，你的胸襟一定要放宽些才是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杀了侄儿，为娘也随你父王而去。谁说我要杀子建了？谁说我要杀子建了？我深爱妻子，我岂敢害他呀？不行，你去问司马懿。此话当真？别人的话，孩儿可以不听。母亲，你的话，孩儿怎敢违谬啊？啊，母亲。那我就相信你一次，啊？你相信我，母亲，啊？相信我。好，我走了。我送母亲。不必，你是魏王，留步吧。母亲这么说，孩儿更得送送了。母亲保重，孩儿明日去给你请安。谁这么多嘴？许昌城中，无论是外朝内廷，都有很多人喜欢曹植的诗赋，所以说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魏王，你真的要听王太后的话吗？我母亲活得不易呀，多年来谢王一直宠着桓夫人，母亲是饱受冷落。我最不得志的时候，母亲三天两头的过来跟我说话。哎，我这个母亲一辈子不求人，好不容易张一回嘴，能拒绝吗？魏王啊，常言说得好，王者无情啊。林子侯怀才抱志，在朝廷中党羽众多，依臣看他绝非池中物，若不早除，必为主公后患呢。你有何对策？魏王，你看这样可否？世人皆言曹子建出口成章，明天在殿中魏王可以以才试之，若通不过即杀之，若通过了则贬之，这样也可以绝天下文人之口。臣临淄侯曹植拜见魏王殿下。
间，你我在家里是兄弟，但在朝中是君臣。先王病天，你竟然拒不前来扶丧，如此忤逆，岂罪难容。臣弟知罪了，愿受罚。先王在世时，你常以诗赋文章夸世于人，自称能七步成诗，不少臣工都怀疑你是狂妄自诩。今天现你在大唐行七步路，便成诗一首，如若能，则免你一死；如若不能，则除悖逆之罪外，加则欺君之罪，绝不饶恕。请魏王出题。我与你是兄弟，就以兄弟为题吧。但你切记，诗中不许有兄弟二字。遵命。开始。一步了，两步，三步了，四步，五步了。六步了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接何太急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好事啊，好事。魏王，天威当头，臣弟不胜战栗，总算是侥幸得知。子建，你虽然能吟诗自熟，但罪过仍不可不罚。这样吧，先由你五百担石禄，贬为安乡侯，三日内赴封地救国。谢魏王隆恩。这是臣奉旨拟就，回馈孙权的礼单，请魏王过目。
孙权送给我的宫礼极厚，甚至把传国的夜明珠都送过来了。这个礼单是不是有点薄啊？臣也觉得这份礼单薄了。除非什么？除非魏王把孙权朝思暮想的东西给他。朝思暮想？朝思暮想什么东西？吴王。吴王，现你已是魏王，刘备更是建立为汉中王，孙权心里是何等滋味？你只有封他为吴王，孙权就会与我们情谊暗通，共敌刘备。那，哎呀，只有天子才能册封王位。臣通晓律法依规。你是暗示我废了汉帝，改朝换代？